茫茫苍苍的戈壁，岔流交错的长河，编织成大地经纬。在新疆库车市以北约20公里的库车和龙口，一片规模庞大的佛教建筑遗址群被奔腾的河水分割成东西两处。这是新疆迄今发现的最大佛寺遗址，苏巴什佛寺遗址。一河相隔，两寺隔水相望，这样的地理位置和布局正与大唐西域记中荒城北40余里皆山阿，隔一河水，有二伽蓝，同名昭姑离，而东西随衬的记载相吻合。专家认定，书中所记的昭姑离大寺即为苏巴什佛寺。苏巴什佛寺始建于魏晋时期，此时西域的佛教发展已进入鼎盛阶段，佛寺林立，大量僧侣来往于中原与新疆地区之间，形成了于田、疏勒、秋瓷、高昌、鄯善等佛教中心。苏巴什佛寺是秋瓷当时最大的寺院，享有秋瓷国寺的地位。秋瓷高僧鸠摩罗什曾受秋瓷王之邀，在这里弘宣大乘经论。200多年后，唐朝高僧玄奘西行求法时途经此地，见寺宇恢宏，僧侣云集，佛事兴盛，于是停留月余讲经弘法。现存的苏巴什佛寺遗址分东西二寺，总面积约18万平方米。东寺依山而建，遗址上可见佛殿，佛殿残墙上有佛龛，殿外有佛塔，塔基呈方形，塔身为柱状圆体，周围分布着僧房、禅房等建筑。西寺的建筑遗存较多，主要由佛塔、佛殿和南部寺院组成。北部佛塔附近有禅窟，窟内有残存壁画和题记。中部佛塔保存相对完好，塔身呈方形，由土坯垒砌，分5级。佛塔二层平台上有中心柱支提佛殿。佛塔塔基东西宽约20米，南北长约40米，高约12米。塔的形制与结构明显受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影响，突出加高的塔基则带有明显的秋瓷本地特色。苏巴什佛寺遗址是新疆地区重要的文化遗存，曾出土佛像、壁画、古钱币和文书木简等珍贵文物，大多被西方列强的探险家盗走。在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1903年从这里盗走的文物中，有一件秋瓷舍利盒，盒身会有一对由21人组成的乐舞图，是对西域著名歌舞戏苏幕遮的真实记录。乐舞图的画面精美，人物形象生动，舞者身着彩衣，头戴面具，箜篌、排箫、腰鼓、铜角等乐器的演奏者则身着锦绣花边长袍，足蹬高筒皮靴，是典型的秋瓷世俗男子形象。世俗的乐舞与佛教紧密融合，说明佛教的思想、佛事活动等已经融入了秋瓷人的生活。1958年，考古学家黄文弼曾在西寺发掘出大量的陶器、铁器、木简、经卷以及唐代的钱币等。这些发现不仅展现了秋瓷地区长期作为西域佛教传播中心的历史，
也佐证了丝绸之路秋瓷地区发生的多种文化和商贸交流。七世纪中叶，唐朝安西都护府移设秋瓷后，内地高僧云集，苏巴什佛寺晨钟暮鼓，香火不绝。九世纪时逐渐衰落，伊斯兰教传入后，苏巴什佛寺彻底废弃，但遗址内的高塔凌空，佛殿巍峨，依然映射着这里曾经的辉煌。